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想换个地方。你这是故意的，我约别的女人，你给我滚下来，臭不要脸的，给我下来，给我下来！你干嘛呀？你干嘛呀？你那辆车门干嘛？这不是我家的车吗？8858没有车呀。这是我们刚换的二手车，车牌没来及换呢。这，你还有事吗？不好意思啊。神经病。 对不起，你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。妈，这是我卖车的钱，您先拿着。妈，这就对了嘛，早就该卖了。旭东，你也别怪我，我也是没有办法。小芳的弟弟要结婚，人家要彩礼，我又没有钱，只能来找你想办法了。我这也是为了他弟弟的幸福着想嘛。妈。 李芳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不过这事呀，你可千万别告诉小芳，她那个驴脾气啊，你可是知道的。妈，我知道，这卡里有6万块钱，你先拿着用。6万？你开什么玩笑呢？人家可是要36万呀！妈，之前李芳的弟弟买房子，我也拿了一些，但是最近我实在是手头有点紧。 我也拿不出来那么多。小芳就这么一个弟弟，人家说一个女婿半个儿的，这也是你亲弟弟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你不帮忙谁帮忙呀？妈，我明白，钱的事儿我会慢慢想办法的。别慢慢想办法了，我现在就要结果。妈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去问一下。哎呀！ 组长，怎么了？晚上那一趟能不能也让我跑？干嘛呀？我这家里抽了点事儿，缺钱。挣钱也不是这么个挣法呀，咱开大货车的哪能连轴干呀？男人嘛，这家里都指望着我挣钱呢。没事，我中午在车上睡一会儿就行了。你这也太拼了吧！本来节假日就没见你怎么休息过，现在又给自己加夜班。 这该休息还得休息。好的，组长，那夜班不行啊，徐总，你看你眼睛里面的红血丝，都累成啥样了？咱不能只要钱，不要命啊！男人好难，做人好难，白天男子汉晚上汉子难，有些承诺看来是要破产，可是青春就破了大半。男人好难。 做人好难，几十岁的还是提心吊胆，有些背叛，只是袖手旁观，习惯了一笑而过，永久取暖。给我，你给我拿过来！ 你个不孝女，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呢？有你这么当姐姐的吗？那可是你亲弟弟。别再拿姐姐的身份绑架我。从我记事起，我作为女儿，我就没有在你这里得到过一点偏爱。弟弟有糖吃，有球鞋穿，我却连上学的机会都没有。就连我工作挣的钱，也全部都被你克扣走了。还有，哪怕是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家庭，你还习惯性的拿我当取款机。 你压榨我，吸我的血，也就算了。你为什么要为难旭东啊？他一个大男人，就有赚钱养家的义务。你就当多哄着他，让他多出力，多挣钱。你不逼他一下，他怎么能赚到这么多钱呢？男人怎么了？男人也是人，是人就会累，会委屈，是人就需要被心疼、被理解。你不心疼他，我心疼。是你带我走出。 你怎么脱了呀？你是不是傻呀？我妈给你要钱你就给呀？我不是想着咱们都是一家人。你给我记住了，以后咱俩才是一家人。我希望50年以后。
你还能在我左右，和你坐在友谊里，感受那夕阳的温柔，听微风轻轻的吹，听河水慢慢的流。